先生，哎，先不慌，来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就拿嘛，然后拿着就看着我。 或者是怎么样的？酱，对，或者是腌过什么什么油什么的。我操，能进入什么？我刷一把。哦，所以这个是你们这种完成的，这个。 学历很高，是博士，女博士，然后是海归，非常的倔，也非常的坚强，而且是科学家。
乐的劲儿可能跟他比较像吧，对。OK 了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最开始啊，看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有点特别轴，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让我觉得就是，哎，这个女孩会不会有点太端着了？中国的科研语言，但是演着演着，我就发现其实作为这个职业啊，科学家的这个职业，可能是因为他专业的原因，也是一定要全身心然后投入进去。你不经过我的同意发表我的论文，我可以不跟你竞争。但是你刚刚说的其实中国。包括他的学习，包括他生活中也都是这个跟他的职业相关的事情，所以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面，他的分析啊，包括他的看法，都会从他的可能从他的基础认知上面去判断去分析。只有遇到了钟小山开始，他才一点一点经历更大的挫折，才知道其实世界上不只是有黑和白，还有灰色地带。就是很多事情其实是钟小山这个人出现了以后，让他一点点慢慢学会的。我爱的人是真的是，那我自己会去把剧本的前后先看一下，就是让自己回想一下当时拍前面的一些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感受，然后接到这里应该是个什么样的情感。对，然后我自己会去想象，就是在环境比较好带入进去。来准备。没事。还能走。抱完了朱老八，抱他，帮他看看，抱一个水杯。抱朱老八现在是抱。我已经不是小胖了。很严肃的样子。他见到小八就这样。导演给我们空间也很大，然后呢，导演也非常知道他要什么样子。至于我们怎么去表达，导演可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。我觉得我们这部戏体量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每一个人，我觉得每一天都非常非常忙碌。我觉得在现场就是我们换场，我就换衣服了，但是我看每一个人，每个人都在动，就大家都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所以说大家都很用心。辛苦了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明天，拜拜，明天，拜拜。他现在还没推到我一个人啊！谢谢导演。